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邀请大力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聚会前的祷告。好，我们一起祷。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满心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敬拜你，也来服侍你。我们要开始第三堂的礼拜，也帮助那些还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在你祝福之下，让我们欢欢喜喜领受你满满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上做更大的一个服侍跟丰富。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我们现在可以安静心，我们轻轻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安坐在我们的座位上就可以了。我们借着今天的诗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有带着他的话语和能力回去的，我们的生命会因为这样而愿意可以改变的。求主给我们一颗愿意改变的心。借着今天的讲道，今天所有的敬拜，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心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有爱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也爱我们的主。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一起。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心全人来交给你，在干旱无水之地。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接下来我们用投影片上的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的，叫我们结果子的乃是父神。主说，即使我们曾经听过他无数次的道，我们也被圣灵感动过，但若不持续地寻求他，行出他的话语，我们很有可能仍然会再次枯干，我们的生命还是会枯干的。现在的你是否是真实的你呢？是否是那位父神起初所要创造的那个你？还是你仍然在惧怕，在伪装当中？你害怕其实你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害怕其实你怎么给都不够。我也曾经，我现在仍然是这样。也常常误会了神他的心意。如果你也是，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定睛在他的话语里。主耶稣，向你来祷告。有时候我会落入撒旦的欺骗的谎言当中，以至于我发现我根本不配得，或者是我怎么样的服侍你，我怎么样的给都不够。主耶稣，你从不看我们付出的多是多是少，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意，是你的关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是真实。好，如果你的身体状况允许，我邀请你们，我们可以一同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再一次求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每天在他的话语里面更新，而不是为撒旦的谎言所欺骗。主，我们原没有什么可以给的，乃是父神他的能力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涌流出来，我们可以成为他的真实。我们一起来唱《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领受生命活水，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再一次领受他的生命活水，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主耶稣，求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立志坚定地成为那一个真实属于你的人。这条路有泪水和汗水，也有艰难甚至试探，但我们知道当那一天来到，你会喜悦我们活出了你起初要照我们的样式。你会称呼我们为那忠心良善的好管家。求你帮助我们在艰难和试探当中仰望你，坚定地仰望你。我的神，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的神，你的慈爱存到万代，我的心肠我全人向永生神呼吁。我的神，
我的神，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刻下你的言语，我的神，你的慈爱存到万代，我的心肠我全人向永生守护语。我们经过流泪谷，将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我们行走理想家里，耶和华神是盾牌，在你殿中住立志，胜过在别处住千日。我们一起重新唱，我的神，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刻下你的言语，我的神，你的慈爱存到万代，我的心肠我全人向永生守护语。我们经过流泪谷，将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我们行走理想家里，耶和华神是盾牌，在你殿中住立志，胜过在别处住千里。经过我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我们行走理想家里，耶和华神是盾牌，在你殿中住立志，胜过在别处住千日。我们一起来歌颂耶和华，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你将我救活，我要歌颂来祷告，将我们的赞美
献给我们的主耶和华，他是在那患难中扶持我们的神，他是在困苦流离当中抬举我们的人，抬举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不完美，但是你仍然看我们为宝贵。谢谢主耶稣，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什么可以献给你，但我们知道是因为你呼召了我们，我们呼召被呼召要活出你的样式。谢谢主耶稣，我们有时会软弱，有时会有试探，但是歌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耶稣，感谢您是满有恩典
和怜悯的神，而不是只高坐在宝座上，等着要看我们犯了错而惩罚我们的神。谢谢你仍然有恩典和慈爱为我们存留，求你也帮助我们，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喜乐，给我们盼望，可以活出主耶稣门徒的样式，成为那忠心坚定每一天立志来跟随你的人。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赞美，这样的赞美都不及那将来在天上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仍然站立，一起来做信仰告白。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依然站立，让我们用尼西亚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质同体，万物由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借童贞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丢比拉多任内为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三日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在荣耀中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与子而出，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承托先知讲话，我们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死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好，接下来欢迎你。很高兴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几位新朋友，分别是林雪月、陈义左、陈义右，好像是一起的，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哦，然后在后面，好，请大家鼓掌欢迎他们，谢谢。好，那不知道在现场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是久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OK。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互相花个十五秒钟，我们彼此问安。好，我们今天我们邀请到何坚信执事来为我们做见证。老实说，对于从小就是基督徒的我，我年纪也不小了啊。要在会众面前做见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不知道该不该感谢维伦牧师的哈，你给他哦出来，他居然发现过去十几年记录没有我做见证的记录，厉害。过去遇到要我做见证的邀请，我总是用很多理由来闪躲哈，总觉得我生命中没有什么太巨大的转折或者成就来凸显神在我身上的改变。但真的是这样吗？最近当我静下心来回顾我过去的日子，我成长的过程，我
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的经历，与子女关系的转变等等，实在有太多神的作为，甚至于对我的改变在里面，只是我都当作理所当然。不过今天我所简短要分要讲的哈，可能我把它当作一个分享啊，我觉得用见证啊，好像还是太重了一点啊，大家把我当作分享。我爸妈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也很努力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爸爸长期当主日学校长，他的服事给我很好的学习榜样。我稍微说明一下，他是一个初中老师哈，那时候没有周休二日，他必须上课到礼拜六上午。那时候我们家有四个小孩，他的小学他的中学薪水1000多块根本不够，他必须晚上还要去兼差当家教，自己的家教班。礼拜天是他唯一可以休息的日子。你知道那时候主日学是8点开始，他7点半就要到教会去，他开始要召集主日学老师做个祷告，做个开会，然后坐镇在那边。可能下午还有长职会，还有小会。没休困啦，哈，会用讲没休困。他从来没有抱怨。我爸妈对子女管教很严格哈，那个当然讲脏话是绝对不允许，在我们的语言当中，甚至连比较粗俗的台语也不准。事实上哦，我听到茂堂牧师在讲道中讲到要求我哦，才让我的尺度稍微放宽哦，原来。基督徒说这是没关系的，但我不是鼓励大家讲，在这个需要的时候没关系。我又是老幺，经常跟在爸妈旁边，造成我十分听话、守规矩、温和的个性。从小到职学到大一点，在青少年团契都是让人喜爱又认真服侍的一个孩子。不过也是给我有一些不太愉快的回忆哈。这个事情我今天才讲出来。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受到一位同学的霸凌，有一段时间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他比我壮一点，比我矮，但是比我会打架。我那时候没有去任何地方求助啊，我非常痛苦那段时间。直到有一次我忘了带作业回家，第二天必须熬夜赶作业，害得我生病了。我爸去学校请假，其实居然是一位看不过的同学看到我爸来，就说那个同学可能把何坚信的作业偷偷藏起来了，害他这样子，他平常就在欺负他，所以那个同学被老师好好教训一顿。从此我就没事了。那其实那个座位是我忘了带了，那这个事情就这样解决了。那我讲是说，这样的基督徒，事实上我不是那么的顺利哈。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暑假回到台中民族路教会，我是台中民族路教会长大的，参加青年团契的聚会。有一次一位姐妹大概大我2岁左右，她信主没多久来参加民族路的青年团契，当然我们有一些互动，不是很多了哈。没多久她开始不满意传统的长老会这种不够火热的态度，最后她终于爆发出来，在一次聚会中她就抒发这些情绪，这种情绪细节不谈，但是他在抒发情绪的当中居然提到我。好，我大概记得他是这样讲的，像坚信这种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基督徒这样够吗？太乖也不行呢。当然这不是在称赞我，应该也不是在责备我，因为也许他看到我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挑剔的地方，他这两个月听的话，但的确让我有点受伤，
也有一点让我再次思考，也让我再次思考我要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那其实我在这么经历这么多，从学生时代到我的工作啊，转换的工作，到我的家庭，建立的家庭，我可以很确信的说，对信仰的坚持，对我们信仰原则的坚持的不妥协，事实上比外在的表现是更重要啊。我不是太强悍，但是遇到信仰的质疑的时候，甚至有人带点嘲讽的时候，我是非常的严正，我是非常严肃，然后让他明白基督教是这个样子，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我的一个模式，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可以赢得别人至少对我信仰上的尊重。尤其是跟同事出去吃饭，以前都是要赶快找空档赶快自己祷告一下啊，吃饭比较不会尴尬。后来我觉得好像他们就坐在那里不吃啊，我说你那里不要吃，你还没祈祷啊，就是开始把我的这个当得很 serious 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我还是很感谢一个我这个家庭给我的很好的影响，很大的影响。虽然说跟父母亲的冲突是难免啊，但是神一直在教导我们，也一直在掌管我们啊。那接下来我可能再把环境那个太早以前我拉回来稍微近一点。在我儿子升上国三那一年，我们家庭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我跟我儿子到美国去生活，他进入当地的高中就读，我也在寻求那边的工作机会。那一开始当然先寻找教会啊，因为认识一个当地的牧师，那他是我大学的学长，我就很自然就先去他的教会。进去才知道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啊，那当然跟我的信仰的背景是不太相容啊。但是我小孩非常喜欢他们的青少年团契，因为他们的辅导有非常非常好的辅导跟照顾啊，甚至他愿意自己下班开车来载小孩去聚会啊，不用我们家长担心那个接送问题。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虽然心里有点挣扎，我让小孩留在那个教会，我离开哈。当然那个牧师很了解，我待会比较主流派的教会。但是我是很感谢，因为在那种巨大压力之下，一个去那边才开始从九年级从高中开始读起，你可以想见那种压力。他们开始要读莎士比亚的东西呢，不是。连大人都看不太懂，已经是当作他们的教材。好，那有同伴是很重要的，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建立了他的信仰啊，他也帮助他日后一个在那边独立当安身立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现在他在那边已经成家立业啊，也是在当地教会有很好的服事啊，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小孩，有两个小孩啊。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持续的祷告啊，我们的挑战还是不断在我们前面。那提到那个时候的压力哈，我可能稍微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平常常觉得我们听到的啦，美国很多华人的小孩非常优秀，straight A， 那个申请到 Stanford 申请到 Berkeley 啊，其实我告诉你，这不是多数，这是少数。
你知道我有很好的朋友，自己也是博士哈，他的小孩功课不够好，这种压力大到他换教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看到我那些一样博士的小孩，都是到 Berkeley 到 Stanford 的时候，我实在是很难再待下去。哦，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不是很普通的例子哈，但发生过。那我在想，我是不是给小孩也有过那个压力？我所期待我做不到这样，我是不是要这个压力就放在我小孩身上？这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也造成我们之间的一些冲突、一些紧张。那感谢主，我后来决定说，有些部分我就放手，让他来决定，让上帝来成全他的作为啊。那我要讲的是说，你很难改变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结果，哦，改变一个人更难。但上帝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神会补足我们不足的地方，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时间。啊，那我们啊有一个单一的信心，啊，这是我在这我的信仰过程中啊一个大的领受啊。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节，不是一个我们常常啊，因为这个经节带来不对的观念啊。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提到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忍受的。那其实这是指试探啊，很多人就把它解释说，神不会给我们过于我们忍受的情况的环境啊，其实不然，神经常给我们很难以成就的一个环境跟事情的挑战。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要在我们身上看见更多他的作为，对他的信靠。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坚信执事，因为其实我国中的时候，坚信执事是我的少主老师，对。然后那个时候，每次我们在爬旧堂的树的时候，父母都会说，你们应该要像坚信执事一样，成为一个方方正正、认真、规规矩矩的那个儿主老师这样子。对，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低头，我们来为坚信执事的家庭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在这边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借由这样，今天只是这样一个很棒的一个信仰前辈来跟我们诉说他的见证。主啊，我们知道在他过去的生命历程当中，主啊，你虽然常常会丢给他很多可能难以忍受或是不平的状况，但主啊，你的恩典是大于这些状况的。主啊，我们也要特别要将坚信执事的整个家庭继续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不管是现在正在圣利亚哥工作的怀恩，或者是正在博士班进修的梅恩，或者在欧洲研讨的爱光姐，主啊，我们真的将这个家庭继续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也求主你就像过去照顾他们的家庭，带给他们家庭改变，带给他们家庭恩典那样，继续照顾他们的未来。主啊，我们真的为此来向坚信执事和他的家庭来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然后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好。消息报告，那在我们开始报告之前，我们有一段影片要先请大家欣赏。
喂，好，我们现在来报告。第一点，本主日为总会订定之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我们欢迎玉山神学院的院长布新大力牧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请大家鼓掌欢迎。好，那也敬请兄姐预备心为玉山神学院的事工代祷奉献。那在我们的信那个。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我们有夹这个紫色的信封，那就请各位兄姐一起来同心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事工。好，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有看一段那个声音很优美的影片，那个就是在5月22号礼拜天下午2点，我们特别在3楼的礼拜堂有邀请八角塔合唱团来到我们的当中，好，那他会来进行一个很棒的一个音乐的表演。那我们在1楼的地方呢，我们也有预备很多邀请卡，那也请各位兄姐，你们也可以去1楼拿那些邀请卡，然后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共享盛举。好，第三点，我们非常欢迎圆圆牧师在本主日赴任，并且预定在6月19号礼拜天下午2点举行就任受职感恩礼拜，也请会有预留时间踊跃参加。那今天圆圆牧师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请圆圆牧师来跟大家，请大家鼓掌欢迎，谢谢。好。第四点这点可能今天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消毒公告，为了维护环境卫生，教会将在本主日的晚上6点进行消毒工作，那届时教会会全部关起来，会关闭，然后暂时不对外开放，那就敬请各位会友配合，然后不要在教会逗留这样子。第五点，教会环境维护公告，就是即日起在1楼的柜台，或是我们在那个2楼的办公室那边，我们将会提供所谓的报修单。那如果会有你们在教会里面，比如说看到地板裂啦、墙壁或是玻璃怎样，有任何的状况需要维修或改善的地方呢，就请欢迎拿这个报修单，然后填写，然后交给办公室或是1楼的警卫那边，那办公室那边将会尽快的处理。那就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爱护我们的教会。好，以上。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日带领我们来到这里聚集，聆听你的话语，向你献上敬拜。主啊，我们要在这里向你认罪，因着我们人的欲望和贪心，我们破坏了你所创造的这片土地。我们在这里恳求你的饶恕和怜悯，让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意，时时刻刻一举一动都能够爱惜我们的环境，思想怎样做对这一片土地是好的。我们在这里也要为这个世界来祷告，因着圣婴现象所引发的干旱、水灾等极端气候，造成全球将有6000万人受到影响，恳求主你来赐下智慧，让我们每一个人及各国的政府能够提早因应，并发挥人道精神，积极地来帮助需要援助的国家。我们也要为台湾来向你祷告，即将在520我们将会有新的政府，现在新政府人事多已确定，恳求天父你来施恩保守，让新总统新阁揆能够稳健地带领台湾，并且在现在这个狭义的国际空间能够为台湾开拓新局。也恳求你让握有权力的官员能够谦卑地面对人民，以百姓的福祉为优先。亲爱的天父，我们也要将我们教会的青年们来交托在你的手中，为现在还正在会考的国三生来向你祷告，恳求你赐给他们一颗从容平安的心，并赐给他们灵敏的思考，让他们在整个过程以及考试的结果都充满你的保守和祝福。也在暑假即将在教会举办的青田营，前往花莲的精华服务队来向你祷告，恳求主你保守他们在这整个筹备的过程以及活动当中，都能感受到主你与他们同在，并赐给他们足够的智慧和力气，借着他们将主你的爱来带给需要的人。主啊，也恳求你来兴起更多热心的兄姐来参与在这个青年辅导的事工当中，让我们教会的青年能够有更多的辅导，并且有更多的造就。主啊，我们也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带领圆圆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在这里也将圆圆牧师和教牧团队继续来向你祷告，恳求你保守整个团队在适应和工作以及各个关系上有主你的保守和带领，也将今日下午的长执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同工有合一的心智，共同的意向，谦卑在你的面前一起同工。我们也要为传道人和伙伴教会来向你祷告，求你保守在澎湖清美教会的圣文牧师和凯嘉牧师的服事，
也感谢你让圣文牧师怀上第二个新生命，求主你来看顾他们家庭的平安以及这段时间身体的健康。南园教会和深坑教会在今日都举办户外的礼拜和活动，也恳求你保守一切顺利，借着盼望借着这样的活动来将福音的种子进到人心，并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连结。我们也要将现在身体有病痛的、生命中正遇到苦难困顿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手中，恳求主你来赐下医治在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当中，让他们以及周遭的亲友感受到主你一直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使他们既不惊慌也不害怕，心中满是你的安慰和平安。最后我们也要为今天主讲的布新大力牧师来向你祷告，求主借着牧师的口将你的讯息来教导我们，并也让我们有一颗愿意领受的心，谦卑恭敬地领受主你所赐下的讯息和恩典。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现在请各位兄姐起立，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来唱新圣诗第382首第一、第五节。各位兄姐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所以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或是你能对奉献的意义不了解的呢，可以不用奉献。那我们的奉献箱就放置在三楼门口的外面和一楼接待处的地方。好，这时我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经节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九章30-41节。好，30节，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32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玉山神学院的院长布新大力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的题目是跟随耶稣的心智。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非常的高兴能够再度来到我们的和平教会。我记得在10几年前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也是替义山神学院来请安。不过那个时候是旧的教会，实在是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是
用中文来讲说非常非常的惊叹，看到你们的教会那么神圣，那么这一个堂皇富丽来见证上帝。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也必须在这里代表我们一山神学院感谢我们贵教会过去对一山神学院的关心带导跟奉献，愿上帝祝福纪念你们这样的一个关心。说到一山神学院，大概大家都大部分都知道，就是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因为这个部分是跟我们平地的教会是很接近的。可是在长老教会属下其实是还有一个叫做一山神学院，也就是专门培养原住民的传道人在花莲的地方。那地方到今天已经有70年的时间，大部分我们可以讲原住民的传道人都是从一山神学院。在10几年前有很不少的平地的学生跟中会盼望我们一山神学院也能够开放平地的学生跑到那边去念书。经过我们的讨论跟中总会来做一个协调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限制下去，所以我们限制20%平地的学生。所以在各中会大部分都有我们平地的学生，换句话说我们招25个学生的这个研究所，大概有4名的平地学生在一山神学院。我们在台湾一山，我们在台湾原住民是少数民族，可是平地人到一山神学院，他们是一山神学院的少数民族了哈。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纪念这样的一个会了哈。那谈到神学院的时候哈，你们会知道，其实过去2000多年前。也有一个叫做神学院，可是没有叫做神学院，是耶稣亲自当院长，是耶稣亲自来招他的学生，门徒们亲自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带领他们走透透，从加利利海一直到耶路撒冷到地极来传扬帮上帝的福音。所以今天我要用跟随耶稣的心智来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今天所念这个信息的哈。当然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们谢谢何执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了哈。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命的一个见证，那今天我也大概分享也是要用分享的，我很少，我几乎也要不是要用这一种的一个理论性的来这样跟他分享上帝的话。不过我比较在听到这个跟随耶稣心智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就也是要用一种俏皮的话来跟大家讲了哈。所以俏皮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在神学院老师啊，说到要到和平教会的话，我们有一点不敢来了啊，你们知道吗？还有一个教会是我们老师怎么派都不想去了，台湾台南神学也一样了，就是在高雄的那个叫前进教会，因为你一到那边被派那边一定要挡3堂的这个讲道，哎，是很累哦。你们教会是说早上8点半，家宅我底下有那个我的阿姑啦哈。在台北这边，他去日本，我就坐在那边，就睡在那边了，在台北这边了。他今天刚刚要中午要到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跟他一起吃饭了。为什么你们的教会还好？同一个讲道片呢？谢谢我们的蔡牧师了哈。可是你知道前进教会的话，不一样的讲道，不一样的圣经啦。哦，安尼就够加甜嘛，加甜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都不想去那个部分了，不过我们还是要去见证了。所以我们是说我们是怎么样去培养我们原住民的传道人，主要
我们要向耶稣基督学像，他怎么去培养他自己未来的这一个所谓的学生，未来的传道这个工作。其实是我们神学院真的是要学习耶稣的那一种三种的一个心智。第一个心智叫做受苦的一个心智，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这一个心呢，心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心智呢，至少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神学院，就是我们一三生男神台神也一样了，要训练学生要有这个受苦的一个心智。特别是在经文这个三十一节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说后面的三十五节跟四十一节特别注意一下了哈。啊，于是耶稣说啊，这个三十一节的经文哈啊，他这边说，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其实是从这个前面一直到这个部分，他重点是在怎么样教育他的学生，你们要做上帝国的一个仆人的话，你要先有一个受苦的心。其实耶稣在讲说你们要有这个受苦的心智以前的话，其实是他已经决定了要去面对他的死亡，他要离开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不是人家在那边欢迎，不是在那边高兴欢迎他，而是有刀剑、暴力跟残忍的手段等待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审判。所以明明知道要去的时候，可是他偏偏要去，明明知道他要去这耶路撒冷有受苦有死在那边等待他的时候，他偏偏要去。可是耶稣是传扬上帝的福音，所以他愿意去受苦，所以他招门徒们，也就是说加强他们的心智，将来我会跟你们在一起，可是呢你们的心智要坚强下去。要坚强你们心智的时候，你们绝对是要有自我训练，这个训练要有受苦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说到这里，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些见证。其实是将近四十年前，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同一间的教会，我是在桃园的益圣村，叫做益兴教会。那个时候我们从职学一直到青少年，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同学，也就是说年轻人大家都是要考一三神学院，所以变成有几个，我们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志同道合，将来要做上帝的一个仆人。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四个都是男孩子，所以我们说要到了，就没想到真正的要考试的那一天，就两个人去考。其中有一个没有去考的，他很想去，可是他的父亲叫做柳长老，柳长老教会很热心的一个人，他孩子喜欢就是跟我同年级的，要到一三圣殿要做上帝的仆人，可是怎么样，他已经包了皮包啊，要跟我一起去考一三神学院。他这个刘长老不愿意让他孩子去考一三神学院，然后他偷偷的想要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要等的时候，哇，那个刘长老还是跑到车站把那个孩子把他拉回去，说不要去考一三神学院。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当传道人养不起家人，我很清清楚楚。所以那个他的孩子叫刘光明，
被他爸爸拉去的时候，看到那一幕，他想要做上帝的工人，可是那种哭得很惨，然后他真的是没有要去。后来他当警察，也当教会的公务员，当公务员，在坚持教会当公务员。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五个愿意做上帝的工人，结果偏偏只有我一个现在做上帝的仆人。那其他的人说，做上帝的仆人真的很苦，真的很苦，所以从此就不去考一三神学院。你知道现在五个，你知道吗？三个已经过世了，有一个是在中风，还留下五个。一看到说我现在是要带一三三学院了，他们很后悔。可是我讲的那个刘光明，后来在他家庭中发生了惊天动地，在十几年前，白小燕，大家知道吗？他的女孩子刘真情，就是陈静心的女朋友。你知道吗？一个原住民，所以他爸爸看到这件事的时候，真的是说真的丢脸。后来真的感谢上帝，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刘长老真的很后悔。然后不久，我那个同学刘光明做公务员，然后也死掉。我参加他的告别礼拜，他的爸爸最后来感谢大家，讲一句话，他说：“都是我在反对孩子不去念神学院，要不是我反对，他现在我们家庭不会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所以从这边，当然我不是在讲说那个长老不对。真的，以前原住民的教会，你要当传道人，养不起孩子。到现在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当传道人。那你也知道，说我生了五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了，哦。其实是怎么样？我孩子喜欢当传道人啊，可是做父亲的我自己真的是因为牧师也知道，做传道人有很多，其实我只是不讲而已，都一直鼓励他。有的研究所毕业呢，有的是在这个马啊，不是在那个张基当这个张基研究所，就在那边工作很好的，就偏偏五个孩子，有三个就是在当传道了。哦，我虽然是开始反对，可是我的大孩子他是护理，我的媳妇是护理长。我的孩子讲说，我爸爸都不愿意让我去读神学院，可是他结婚的时候，我的媳妇就告诉他说这个是我们决定的，你还是到一三神去念书。所以他现在研究所二年级。好，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是说，真的做传道的工作，坦白说了，特别女性的传道，刚刚要就任的这个牧师，做牧师也是女性的传道。我也牧会十年的时间呢。我们很会安慰别人，其实我们很多内心的痛苦，我们没有信徒会知道。我们常常讲说，一个牧师的时候，就是说很多我们可以服侍别人，可是怎么样？谁来安慰我们？没有。所以在这样的，你要献身做传道，真的，我们的心智要像耶稣所说的，愿意受苦，愿意受苦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其实是，我们培养我们一三神学的学生，我们也盼望他有这样受苦的心智。但是当我一直这样教育我们的学生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你真的是很难过，因为他到原住民的教会了，像平地的人啊，我一个学生女孩子还没有结婚呢，
就派到那个一个月3000块的地方，可是他在睡在那个地方，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竹子门都是会封，他竟然都还可以住在那边5年的时间。现在他已经当牧师了，大间的教会希望他在那边好好做牧师，所以他就讲一句话说，还好我在一三神学院学习怎么不怕风不怕雨，那是我们一三神学院的这一个创设学校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真的是要有受苦这样的一个心智。你一把你的心智训练好了，你到教会碰到很多问题，圣灵会帮助你，我们的天父上帝也会跟你同在。第二点，透过这个我们所念的经文，我们要跟随耶稣的心智，很重要的是要做众人中的仆人。我们的经文也就是在35节的这样的一个经文说，耶稣坐下来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须做众人幕后的，台语叫做上罗位，做众人的佣人。佣人是奴仆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高兴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在讲这信息的时候，其实你们有一些老信徒我们就很早就认识了。我说很幸运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第一堂许长老在施会，第二堂他的侄儿就是在施会，就是行红衣。其实我跟你不认识，我跟许长老其实也不认识，可是我认识你的阿公许长老、许石之长老，你们知道吗？是好的朋友。我们过去在20、30年这个过程当中，台湾有街头运动、社会运动、原住民的运动，其实我从社会运动当中就认识你的阿公，你是他的长孙，所以看到就说，哇，真的是果然不同凡响，有好的这一个阿公的信仰，当然孩子跟他的孙子一样。我不是在讲这一个真的是这样呢，我到现在我是第五代的信徒，你们知道吗？你没有人会想到是第五代信徒。我们刚刚看的马街有没有？马街早期来到这一边的时候，他第一个最远到深山的地方是，他跑到我们马勒冠新竹后山、桃园后山的这个，以前没有新竹，以前没有叫桃园，以前叫做新竹州。我们是在后山这个地方，然后我最远的部落叫做司马库斯的地方，就是我是大家可能知道那个地方了。所以水在照顾他沿路上这个，我的是阿公阿公阿公的阿公都是头目，沿路上都照顾他，为了去拔牙，我们看他有拔牙嘛，为了去医治他这边。我可以这样讲了，可能你们都不晓得，我们有人称我说布牧师，其实也错了，也有人称我说达利牧师，也错了，布兴达利，其实叫我的名字叫布兴啦，就是布兴牧师。那跟圣经一样啦，我们没有圣经的那些没有信啦，就但是父子联名啦，我后面的名字叫做达利，我的名字叫做布兴，所以一般来称我就是布兴就好了啊，因为布兴是很多的名字，可是这哪一家的孩子就是念到他的爸爸啊，原来是达利的孩子叫布兴啦，所以我们就这样讲。我可以这样讲啊，我爸爸过世的时候，大家告诉我说，你一定要背祖先的名字呢，他会背25代。我要去当兵的时候，我说还好，我说我背一下怎么背，不姓单啊，不姓从，如果说我从那个我现在有孙啦，我给叔不姓，不姓达利，达利还用瓦杜，瓦杜毒药拿位
那会不用，不用设设农民，农民打蜡打蜡剪，我还只能够背十三代，啊，我爸爸还25代，很可惜。可是我去当兵的时候他过世了，但问题就是不幸打蜡还用挖毒毒药，他是我们的矿群的头目，是他那个时候知道说有很多的部落人生病。所以秦马街听到这个马街这个部分的时候，第一次到深山里面，就是我的曾祖父哈带他上去的，好，所以变成就是这样的。所以变成我们家族真的一直到现在的时候啊，如果是到我的孩子跟那个孙子的时候，哇，期待了。你的这个阿公石长老，他是在济南教会做礼拜的。你知道我们20几年前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他告诉第一个民谣，你们社会运动有什么问题就找他。我就那个时候告诉他是说，我们说真的不过差不多5000块，我们要便当，有一些是要坐游览车的，5000块。他说一通电话，然后他就说回来的时候他给多少，6万块，当时的。是这样支持跟受苦的这个民族社会运动跟我们一起在那边奋斗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其实是愿其他的人不愿意去受苦的，他愿意去受苦。我们一三生也要培养这样的一个原住民的话，他要有做仆人这样的一个心。我们不是培养赚钱的，不要培养那一种要做大官大位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了，而是培养他们做众人的这样的仆人。所以我再做一个见证，我早上也做这样的见证。你知道新政府在上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我去入阁成为原住民的主委。我想做呢，因为这个部分原住民的转型正义，荷兰时代原住民有几个族群你们知道吗？你们都不晓得。我跟我们的翁家英，他只是应该现在是长老，他是中研院的院士，很早的。我家英是荷兰时代的，我们就算起原住民，那个时候至少在荷兰时期台湾原住民有53个族群呢，那么多元化。可是在日本的时代剩下28个族群了，到国民党的时代就剩下9个族群了。所以那个时候原住民神学院，他说原住民将来会成为一个怎么样啊？会灭种的民族吗？还好新政府上来的话，原住民抗争说，然后就后来现在是16个民族了，所以又复活起来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权益转型正义，我们土地我也在讲啊，我们土地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是168万公顷，现在我们原住民的土地剩下多少？24万公顷，还扣掉或者这一个农委会啦，还有政府啦、学校所占有的，只有10几万公顷而已了。所以小英准总统说，他要向原住民道歉，过去政府霸占你们的土地，要还给原住民。第三个，要让原住民自治。哇，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所追求的转型正义嘛，公益的一个政府嘛，进步的一个政府嘛。真的我想去做，可是想要说，当我说我在培养学生，不要做大官大位的时候，真的，我第一时间就拒绝了，第二次又拒绝。拒绝再拒绝，因为我如果接受的话，我陷我自己不义，做不良的示范啊。我们愿意去别人不愿意去受苦的一个地方，所以一三神学院培养的学生就是这样。第三点我们可以讲，也就是说祝福别人这样的一个心智。如果我们看41节的经文，这个41节的经文，他说得很清清楚楚，反因为你们是属基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
你们给别人一杯水的喝的，我是在告诉你，这是耶稣说的，他不能不得赏赐。意思就是在中东的地方，你知道吗？是沙漠地带了，他们最宝贝的就是水了。如果他到哪，我们到哪里去以后，到了家，你给他喝一杯水，或是走路了，或是坐这个骆驼了，哦，要过来经过了家里，你拿一杯水给别人的时候，那是对别人的一个祝福呢。他是一个生命干渴的时候，我们刚刚在讲说，但愿干渴的生命喝了泉水嘛。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喝了上帝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泉水？一杯水，可是在耶稣来说，那一杯水是耶稣的血呢。他清楚知道，我的血流下来不只是一杯水了，可是这一个杯水能够祝福他，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些人的时候，他却能够怎么样，带给别人祝福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我说受苦我们要受苦，可是我们信上帝的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真的要祝福别人。其实我早上也在做见证，一山神学院受到你们的关心是蛮多的，早期的许长老、许绍兴长老、许宏远长老啊，许绍兴长老是在美国了哈，许宏远长老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在见这一个一山神，从过去关心，连他的孩子在美国知道我们一山神在建堂的时候，在建三亿多的这个综合大楼的时候，而且$100万来，你看支持我们一山神，这是你们早期的信徒呢，仍然保有下去。我晓得何长老他的爸爸是很清楚，不能讲什么那个坏话啦，什么说等等这一些啦哈。真的那个早期那种很坚持那个信仰哈，在我们长老教会信徒当中，蛮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也跟你想说，我来这边本来是说要讲说某某人因为奉献50万，去年为我们一山神学奉献奖学金的。就说不要被人家知道，你看你们的信徒就是有这样的。刚刚我在礼拜完的时候，可能有一两个人知道了，可能牧师知道了，马上又给20万的，就给牧师说这个给清寒的奖学金，支持这个传道人。你知道吗？我们三神学院如果一旦办休学的时候，真正能够回来念书的话，也不过是一个，这是我们的比例上。可是我做院长的知道啊，我曾经算过，150个学生，要除以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经费，就是5200万好了。除以的时候，我们培养一个学生，一年要花费多少？34万到35万。所以我们开除一个学生，我真的是很难过，很难过。我们在这个最近，我们真的是开除一个学生，研究所2年级的，2个礼拜前。其实他前面的我们一直在劝帮助他，然后不要怎么样，吃喝嫖赌什么都来。所以最后是怎么样？我说这样以后将来做传道人怎么办？我告诉他们说，还是回去吧，回去。当你调整以后再来。我们宁可浪费那个30几万的时间，不愿意就是说他变成我们别人我们等于是祝福别人，结果伤害到别人。我们不愿意做这样的福音。所以你知道吗？有人奉献是50万，变成就是说，上学期没有给，这学期也没有给，他想要办休学，就打电话说马上来，给他说有人奉献7万块，哇，高兴，但是掉下眼泪，他说感谢上帝，给他知道他的需要。其实还有一个人你不晓得，
她其实在学校了，她是女孩子，已经嫁已婚了，可是偏偏怎么样，我们发现她的身体不好，可是怎么样，她偏偏不敢去医院了。一去检查的时候，原来她底下这一边的长一块瘤，长一块瘤，有去检查了，但是我们还不晓得，大概下个礼拜才知道那是恶性还是良性的。就我们才发现，就说为什么他不敢去医院？他知道有问题，原来他为了读书，还有他自己的孩子也读书，所以他宁可省下很多的钱，他自己身体都不顾了，然后连他的我们是健保卡有没有都没有给，所以我们就一问一问追问的结果的时候，他说就最后就我就请我的秘书说问一下大概欠多少钱，2万多块，我们就用你们奉献的，你们当中奉献2万块，马上让他马上去医院。他听了，然后就马上告诉了，这学期仍然要给他，等于就是3万5这样的一部分。他听到这个部分，蛮感谢，感谢上帝。那真的是说，我们这样看来，就是说有你们的教会默默的在支持医生，帮助一山神学院，帮助这一些困苦的一个学生。我刚才接到那个的时候，他说生活困难清苦的清寒奖学金，我看到的蛮感动。我相信不要说你我感动了，连我们的天父上帝看到你有心这样能够帮助别人，那一个帮助会变成是带给那个需要的人是一个祝福，本来不要当传道的后来成为传道，你们救了一个本来没有要回到学校念书的一个人，在培养传道人，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所以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心智要写向耶稣，不但是培养我们有受苦的一个心智，同时呢，我们要让我们成为台湾人原住民众人的仆人，然后呢，怎么样？我们的生命丰富，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愿上帝祝福我们所听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满心感谢你。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耶稣服侍上帝的心智，成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所要学习的心智。求你祝福我们，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来改变自己，改变我们家人，来丰富别人的生命。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309首。结束后，请布希牧师祝祷。主说：“若要做我门徒，背起十字架跟我脚步，甘心乐意。”诚实谦卑永不放下，背你十字架不嫌担重，不必助你壮胆无恐，背你十字架不用惊慌，主的宝庇羞耻被你
家，叫你愚昧骄傲方向，瞻仰神主绝不推辞，是家家上甘愿受死，被你是家勇敢无惧，得主力气因为不惧，胜过分恩惠跟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的灵引导，让安慰我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结束，如果你有需要欢迎到前面来，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我们这边有同工和牧师会来为你祷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前面来。